苗栗县后台农海已经有六年了，不过后几年因了因少，对最多的时间有110户人家都压下存到47户。你严重富贵的烟尘种植笋家下讲，台农海已经是苗栗县的特色产业，希望县政府是得继续辅导。能够针对杀虎根本查尾措施的事情，你严副总长希望县政府爱加强保育。苗栗县对2012年开始后，本土太毛害，顺发里桃园太三边呢。早期县政府斧头用车夫对新毛害引进都资料都有补助，是唔过斧头计划抢3年，太毛害咪慢慢的蒙人为修嘞。有一年希望县政府做得关心旧毛害嘅农民，莫分农民自家顾自家，喺讲平均出问题，会损害到几个太毛害嘅产业。假设苗栗只要有一家。发生桃园大跃进事件，苗栗县完了，我们可以全力来把关，但是也要我们县农自己来自律。除提太毛海生涯，议员副总长要求县政府加强杀虎保育工作。就通报团体的统计，全台湾杀虎族群抢存到500只，其中300只在苗栗县境内。不过，抢今年就发生六件本查的展示的事件，再讲唔加强保育，杀虎可能就要停电原保行业历史。今年年年有几年，都加个当初是讲的。哎，你不止损地嘛，搞到有包嘛，搞到三户，有包几斤钱重哎？再包了三户，有了钱重，他才看到三户那个名位。三户全民运动哎，政府办公室就针对那个三户的生态啦，哦，让我养育啦，让我保护啦，等等的一张。我是建议啊，爱老联合太阳土楼村。副总长希望县政府做得连接地方太好，通报团体，向下来推动杀虎生态保育期，为苗栗县变作全台湾唯一的杀虎保育县。下个新闻用语录苗栗报道。